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我们依据后观院长的讲义，我们讲到卷四，也就是在讲义的第101页。那么进入菩萨摩诃萨，是因为经文经文里头是不是就出现了富有菩萨摩诃萨，对不对？那这个菩萨摩诃萨说摆在四众后面啊，四众弟子后头啊，所以就在讲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菩萨在四众后说的理由，对不对？那第一个因为菩萨于无学之后的理由，是因为是在这个从漏尽跟未尽的问题啊，因为四众弟子来讲的话，比较以声闻为主，解脱道，那希望能够了脱生死，他必须漏尽啊。但是这种漏尽呢，并不是究竟的只是去把第七意识的什么杂染给扶住而已。那菩萨不是走这个路线。他是要能够转染成净那个是更久远的，所以同样来看待菩萨在这个漏尽方面不像声闻直接去扶那个杂染，第七意识的杂染那所以在显现现世当中，也就是比较显现在现实生活里头看得见的呢，会觉得好像这个声闻他比走菩萨的走解脱道的会比较早能够怎样能够漏尽所谓的漏尽呢，就是去扶住我们具身的杂染，具身性的杂染去扶住。但是菩萨呢，他并不是用扶的，而是他用转的，转染成净，所以他的时间很长。所以过程中其实菩萨他也不急于了脱生死嘛但是在秘密当中的秘密呢，会比较是在修行的心境上面来看待那菩萨也一样，他可以到无生法忍，他个人的那个，所以他可以行不退啊。我们的行上会退，往往是因为我们自私，就会退回说我只要管我自己就好，我何必管那么多其他的人呢？因为菩萨道上真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菩萨道必须在众生广大众生当中的一种淬炼要磨啊，对不对？磨来磨去的嘛所以呢，这个从漏尽来看，因为解脱道比较快。那所以看到的好像是这个四众弟子应该放到前面去，是从漏尽这个地方来看。再方面，因为第二个刮胡二呢，菩萨方便受欲，恐他疑怪故啊。也就是说，菩萨呢他比较方便善巧，所以他也愿意在五道当中，所以在这个六道或五道一样的意思只差在阿修罗道，对不对？阿修罗有时候被省略了其实这个五道等于六道嘛
那也就是说，菩萨他可以非常善巧方便的，能够在人天圣，也可以到什么三恶道去啊？像地藏菩萨，他是不是也会？他那个是愿力啊，他要去救这个三恶道的众生，所以他可以去，啊，但是呢，在这个人道来讲的话呢，尤其菩萨在人道上面，因为他必须要去度化众生，所以他难免他会等于混在这个世间法里面了、所以看起来我们从肉眼看到，以为他受五欲啊，其实他是为众生受的，不是为他自己啊。而我们凡夫的话呢，是自己忍不住啊、那么会沉染在这个五欲当中。但是菩萨道呢，有时候他为了要度化众生，他不能不在五欲里头哎，所以他就会去受五欲而来引导众生。但是如果是阿罗汉呢，那诸天世人当就说当菩萨去受五欲引导众生，我们肉眼所见是不是只有看到他的受五欲啊？所以一般来讲，着相的话，像阿罗汉呢，诸天还有人本身呢、本来就是着相的，所以就会怎样？会疑怪啊，因为我们不懂得菩萨的心嘛。菩萨不是为自己而受五欲，是为什么？为对方啊。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有没有？维摩诘居士。他也要到红灯户、绿灯户啊，去度化众生。当然，人家以为他喜欢去那里，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到那样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难免从肉眼去做判断嘛。所以呢，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把菩萨放后面，比较不会说啊，这个放这么前面却还在受五欲，那后面四众就是在离五欲嘛。四众弟子，因为走声闻道，解脱道本身就是要去超越五欲嘛，就是要超越五欲。不过比较为自己就是了，是比较为自己啊。菩萨呢，他是愿意为众生哦，不惜的在五欲的河流当中啊，那这个是把菩萨放在四众后面。那其实菩萨他能够修的果位反而高哎，但是那个修果位能够高，那也是菩萨他自己愿意的，所以他在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一方面也比较不会计较他放前放后啊，好，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说菩萨于四众之后的理由。那就问说，阿罗汉放在后面是就说菩萨放在阿罗汉后面，这个是还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还放到优婆塞、优婆夷的后面去？就是说前面因为在讲说放在阿罗汉的后面呢、是因为他漏尽嘛，对不对？无学者漏尽，还有呢，就是菩萨他会受欲而，受五欲，而无学者他是不是离五欲啊？所以阿罗汉看起来是比较怎样？比较盖格凶啊，他比较清高一点，那菩萨呢？因为他必须要深入到世间嘛，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说，那这样子菩萨放在阿罗汉后面，是不是可以接受？但是怎么会放在优婆塞、优婆夷的后面呢？好，那这里龙树菩萨也就设问自答说：以法不变，故在什么？故次在四众后来说。也就是说，四众他虽然漏也还没尽，但是尽在不久后。因为所谓的这四众弟子都以声闻解脱道为主了，就算我们说是凡夫，但是起码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努力，虽然他漏还未尽，但是尽在不久，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够证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是不是就很快啊？虽然他还漏尽，是要等到四果才漏尽，那所以他通名为什么声闻众
哦，就是以解脱为主，其实它会比较快，比较快解脱。哦，那如果是在四众的中间来说菩萨的话，就不是太方便了。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因为如果像比丘尼，哦，因为比丘尼他也受无量律仪耶。哦，尤其在具足戒，比丘尼的具足戒最多了，348。简单说500戒啊，比丘250戒，比丘尼500戒，他是不是更多啊？哦，那多的话呢，应该确实是在比丘之后，在沙弥之前呐，啊。哦，以比丘尼来排的话，当然比丘在前面，然后比丘尼嘛，然后是什么沙弥、沙弥尼这样子排，哦，那这个，但是呢，佛以仪法不变故啊，哦，佛陀呢会认为说，如果这样子排的时候，会男女混在一起。哦，比方我们排队的时候说，比丘在前面，接下来比丘尼，接下来又变成什么沙弥，是不是又男众，然后后面又女众，那是不是就是变成男众女众男众女众，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哦，就这个叫仪法不变啊，仪法不变，哦，就是有点男女夹杂在一起，所以宁可，哦，那个把这个比丘，哦，也就是说真的要排班来讲的话了，会比丘完毕沙弥，然后比丘尼后面沙弥尼，这样是不是把男众放到前面，女众放在后面，哦，在排班的时候了。哦，如果说哎，在这个法会啦，哦，或者打禅期啊、佛期之类有排班的话了，哦，那么为了避免相互夹杂，那么可能就不一定照四众弟子的顺序，对不对？比丘、比丘尼又不是那个沙弥、沙弥尼，那是不是就会变成男女？男女男女，那不如男再加上哈，比丘加上什么沙弥，然后比丘尼跟什么沙弥尼，哦，所以这个菩萨也是如此，哦，应该是在学人三众之上，因为不变的缘故，所以呢就把干脆把它放到后面去，哦，就放到后面哈，哦，也等于说，不要夹杂在一起啊，哦，好，那第102页了哈。菩萨抄书啊，故于四众后呢就别说，因为菩萨说实在，在跟四众弟子来讲的话，他是比较超越的、殊胜的，哦，他的智慧超过了阿罗汉跟辟支佛，所以呢另外别说，另外别说就等于放在后面再详细说，就像前面是不是把四众弟子都已经交代完毕，然后就把菩萨放在最后，哦，在这四众之后来分别说，更可以讲得更详细一点，对不对？哦，因为他比较超越、比较殊胜的缘故，哦，所以就放到后面去了，哦，所以呢其实菩萨本身会不会计较这些啊？不会了，哎，其实也比较不会，哦，我们如果这个重相的人，哦，比较重、比较着相的话，就会比较在意那个排行榜，对不对？哎，我要排在谁前面谁后面，哦，那有时候真的怎么瞧都瞧不合谁，哎，所以佛家会有佛家的什么伦理嘛，哦，会有这样的伦理，那我们原则上就依据这个佛家的伦理，但是特殊的状态，哦，比方因为菩萨呢他是比较特别的，哦，他不同于前面的四众弟子，干脆放在后面来详细的分别说，哦，好，那102页大写的二有没有关于大圣经中，哦，分别的来说菩萨众的理由，哦，那第一个声闻经中不别说菩萨众，哦，也就是说，哦，这里就问曰，哦，
声闻经中但说四众，此中何以别说菩萨众？这里的此中指的是大圣经。如果是声闻经典，像《阿含经》，就几乎没有提到菩萨，是不是都比较以四众弟子为主啊？以四众弟子为主哦，因为小圣容不了大圣，大圣可以怎样包容小圣，对不对？说我们如果出国旅行，相信都会用比较大的皮箱出门，对不对？纵然可能刚开始出去没有装很多东西，我起码预留我买东西回来的空间嘛，对不对？大的空间可以容受比较多的东西。哦，如果弄一个小皮箱的话，那还要买东西回来，是不是就没地方放了？变成还要再去买皮箱了。哦，所以大能够怎样容小，小却没办法去容大的啊。所以在大圣经典可以啊，除了四众以外，是不是当然会有菩萨？但是小圣哈，声闻经典当中但说四众，就没有再特别去讲到这个菩萨众。哦，好，所以呢，经典有两种了哈，有二种道，一个叫声闻道，一个叫做什么菩提萨埵道，就是菩萨道，菩提哈，菩萨道，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解脱道跟什么菩萨道。哦，解脱道跟菩萨道值是一样，量不同而已啊，对不对？都有解脱的特质，只不过菩萨道是帮助众生解脱嘛，它的量是不是变大的哈？好，那这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是属于声闻道，菩萨摩诃萨是属于什么？菩萨摩诃萨道，菩萨哈、菩提萨埵道就是菩萨道了。哦，其实他比较属于菩萨道，就是大圣的。哦，讲到四众弟子比较属于什么声闻圣哈、那以是故呢，在声闻法当中哈、在经典的刚开始呢，都是从什么，比方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有没有？佛在某住处哈、在某处，在某住处里头，而所菩萨聚啊。哦，声闻经典当中比较不会去讲到有菩萨众的聚合，哦，所以呢，他们就会直接就讲哈，但言佛某处某处住与尔所比丘聚，有没有？是不是就是讲比丘啊？或者讲到啊，当然讲比丘，其实是比丘为首的四众弟子都算，哎，但是比较不会去讲到菩萨，哦。那就如同说佛在波罗奈与五比丘聚，佛在这个伽耶国中哈、那么与什么千比丘聚，或者佛在舍婆提与五百比丘聚啊，哦，那这些呢，如是种种经出哈、不说与菩萨若干人聚，这是声闻经的开始。哦，声闻经的经出了，哦，是不是也都 只有讲到这个比丘，以比丘为首的四众弟子，哦，而不讲什么菩萨，不讲菩萨的，哦，但是如果是大圣经典，它可以有菩萨，也可以有比丘哦，对不对？大的是不是可以容包容性比较大？哦，这是第一个，声闻经中不别说菩萨众。好，哦，那第二个呢？菩萨是离四众别说的理由，哦，也就是说，菩萨为什么还要离四众来分别说？哦，因为菩萨有二种啊，哦，所谓的菩萨，要么就是在家菩萨嘛，要么就是出家菩萨，对不对？哦，那在家菩萨呢，总说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对不对？哦，如果是出家菩萨呢，那总说就是什么比丘。哦，比丘尼嘛，那为什么还要再别说呢？好像这个菩萨是不是应该就融在这个四众当中啊？哎，好，那这个论主就哦自己回答说，菩萨必堕四众，但自有四众非菩萨，
哦，就是说菩萨当然他不是在家就是出家，哦，那不是男众就是女众嘛，哦，那总虽然总说都在四众当中，应为什么还要再别说呢？哦，是因为菩萨必然落在什么？就是说可以在四众当中去分配，但是有四众不一定是什么菩萨。菩萨可以用四众的形态表达，却是这四众不一定是行菩萨道。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就是纯粹我就只是声闻道、声闻人，或者他就是辟支佛人，哦，或者他就是这个有求升天人啊，哦，就是修的是增上心，哦，我就是要修人天福报就好啊。还有的人呢，有求乐自活人啊，就是我只要求我自己幸福快乐就好，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啊？也是，哦，也是四众之一啊。也就是说，这四众不见得是菩萨，但是菩萨可以用四众的方式来呈现。哦，所以菩萨是不是还要别说啊？如果都用四众来说，那四众正好他又不发菩提心的话，他也不名为菩萨，是不是就得另外来说？哦，只好另外说了了。哦，因为声闻啊、辟支佛啦、啊、人圣啊、天圣，哦，这个人天圣是不是也都不属于菩萨啊？哦，不属于菩萨。哦，这是第一个。哦，就说菩萨可以分布在这四众的形态，却是四众不一定是菩萨，这样知道哈？好，那第二个刮胡第二哈，说菩萨得忍，非众生数故啊。哦，也就是说，所谓的菩萨，其实菩萨一直都用忍位哦，对法的确认。哦，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是不是有忍位？哦，还有呢，我们说哦，听闻这个，我们如果修般若经典的话呢，哦，般若法门来说呢，柔顺忍有没有？柔顺忍才可能达于无生法忍，所以菩萨他是登地而不是正果，不是用正地了，哦，那个声闻他是正出果、正二果、正三果、正四果嘛，但是菩萨不是哦，菩萨是登地。登初地、登二地、登三地，然后到了七地圆满，叫做什么？无生法忍，有没有？这个忍是很重要的，哦，因为菩萨得忍，一旦有忍的，哦，得无生法忍或者柔顺忍，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忍？其实是对法的法性的确认啊，对法性空慧的确认。就不是一般的众生，不属于一般众生数了，不是一般的众生类，是不是已经超越了众生啊？哦，超越凡夫嘛，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凡夫是不是也可以发心当菩萨，名为凡夫菩萨？哦，凡夫菩萨是超越凡夫的哦，哦，是因为理解法。尤其理解因缘法，愿意奉献自我，对不对？愿意从有我而达于，慢慢达于无我嘛。菩萨是不是就是以无我啊，能够慢慢的放下自我的？哦，所以当菩萨得无生法忍的缘故呢，他的一切名字或者生死纵然哈，他不断的相续到出离三界，啊，到出离三界。他也不算，他不堕于众生数中了，他不属于一般的众生了。一般众生是不是一直在生死流里头打转啊？他没有机会出离三界，但是菩萨可以，哦，菩萨是可以有能力去出离三界的，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哦，声闻人得阿罗汉道，因为声闻人他的最高的目的是不是就是阿罗汉？哦，他只要得阿罗汉，他就能够怎样不受后有，叫做灭度了。哦，
初果正性离生，到四果能够正得无生，哦，那是灭度了，哦，就等于是他不受后有了，他不用再生死轮回了，哦，所以他上不堕众生数中，何况菩萨？声闻也不是一般众生，声闻是可以出离生死的众生，对不对？哦，所以他不是众，他不是一般的众生数了。这个众生数等于众一般众生类的意思，啊，哦，就是说声闻走解脱道都尚且不算哈，哦，不同于一般的众生类啊，更何况菩萨。菩萨他的解脱啊，他的超越的能力是不是更高啊？他自己本身也可以解脱，所以他能够帮助众生解脱，啊，是因为他的悲心比较重啊，哈，啊。好，就如同《波罗言经》里面哈，优波师难中的偈里头也讲到说：“已灭无处更出否？”若以永灭不出否，即入涅槃常住否，唯愿大智说其实啊。也就是在请问啊，阿罗汉的入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阿罗汉呢，他已灭无处啊，他已灭，他不受后有，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他生在何处哎。看得到他再生的样子吗？看不到了，因为他只剩下七八两世。他是不是那个？尤其第七意识已经服了，啊，服了他再生的那个，他已经证得无生了。哦，啊，其实，在初果他已经开始服，到四果他服住了，所以他不用，他不会再出现了，所以他就会变成无处了。他的无处是哈，啊，就是说看不到他到底生在何处了。那，啊，其实我们说那个他的七八两世还在。只不过生在哪里啊？在那个四禅里面，哦，四禅天有九层天，里头的五不还天是给圣者去的地方，哦，那但是去到那里我们是不是还是看不出来啊？因为他只有他七八两，我们的七八两是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的，我们的中阴身也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从这辈子的死亡到下辈子的投生的过程中只剩下七八两世嘛，但这七八两世能看得见吗？看不见，哦，只不过我们不是已灭哦，我们并没有灭，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还很活跃，所以我们第七意识带着第八意识又投胎转世去了，哦，那就看生在人道还是生到天道，哦，之类的了哈，那其实我们说投胎转世几乎都是讲在人啊，当然也有可能他就跑到畜生道，也有可能他那也是一种投胎转世，哎，他那也是哦，哦啊，但是如果是圣者啊，尤其是到四果，他叫做已灭无处，哦，已灭无处，那这也就是说他到底是出还是不出，有没有？若已永灭，不出否？还是出否？啊，更出否还是不出否，其实都不是，要不落二边呢，啊。出与不出都不对，出与不出是不是都相对两边呢，啊？哦，那实际上的人是必须要不落二边哦，是要不落二边才能够入涅槃呢，啊。涅槃本身是不是就是不落二边的，啊？哦。所以不落二边的话，常住否？它是恒常的，它是怎样的？应该说是不生不灭的了。哦，那这个哦，就说入了涅槃，到底是不是常住不动在那里呢？哦，希望唯愿大智说其实啊，就是在请教佛陀。佛陀就讲嘛，哈，灭者即是不可量啊，哦，这个是不可去称量的，而且它破坏了因缘及什么名相，其实不是破，应该不是说坏了因缘哈，而是说，因为我们的所谓因缘法是有生必有灭嘛，那所谓的涅槃呢，
哦，是灭后不再生。灭，我们生了之后一定会要灭，但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怎样灭后不再生。我们凡夫没有能力说我灭后不再生，我灭后一定再生，是因为我们的第七意识自动自发的生。那他为什么能够灭后不再生？就因为扶住第七意识让他不再生，不生就能够不灭，不生才能够不灭啊！哦，一个是因为放下了执着才能够不再生，所以涅槃本身是对执着是必须要去放下，是灭后不再生。哦，所以说这个有点破坏因缘啊，因为他就不再哈、哦，就说灭后不再生了，哦，乃至于名相也会破坏掉。所以呢，在灭的当下。苦集灭道的灭是不是就是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是什么？言语道断呢、啊？言语道断，所以一切言语道已过、啊，那不是语言所能够去表达出来的，啊、哦，一时都尽如火灭啊，啊、哦，它所呈现出来呢，就好像灭后不再生的状态，火灭了，还没有再去点燃它。而呈现极静的状态，火点起来是不是一定会灭？但是灭后，火灭了，不见得会再点起来哦。我们执着是不是才会再点起来？哦，灭后有机会不再生哦的那个涅槃的境界是非常难去用语言文字说清楚到明白，乃至在图像上都很难。所以我们常说它有点像静止的流水，看起来是静止，但是其实它是动的，不是死寂在那里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其实它是有生命力的、哦、所以涅槃、哦、真的很难用我们的那个生活经验来讲，因为那是超乎我们凡夫的生活经验、啊、那是圣者的境界、哦、那是圣者的境界、啊哦，所以这个是用声闻阿罗汉呢，哦，他到灭的程度已经不是一般的凡夫众生一直在生死轮回中嘛，他已经解脱了生死嘛，对不对？那菩萨道更是哦，他不仅他自己可以解脱生死，而不忍心解脱生死，是为众生来解脱生死啊，对不对？他在协助众生解脱生死，而自己呢，不忍解脱生死，这个才叫做不可思议的。哦，声闻的解脱还可思议哦，因为我们总是自私嘛，想要解决个人的什么生死问题啊。哦，好，所以呢，那个菩萨哦，菩萨道来讲的话，他讲的更广。哦，这段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所谓的声闻缘觉。哦，乃至菩萨道呢，它不是一般众生数，非众生数有没有？何谓众生数呢？就是一般的众生类啊，哎，它是超越了，啊、哦，超越的人呐、啊，超越的一般人，啊、哦，声闻缘觉都能超越一般人，更何况菩萨他是不是更是超越啊？啊、哦。那以是故，也因为这样，所以在《摩诃眼经》啊、哦，也就是《大圣经》里面，四众当中呢，就别说在分别说这个菩萨，哦，因为这四众不见得是菩萨，但是菩萨可以以四众的方式来呈现，哦，是可以的，嗯，所以其实他会在别说。菩萨是菩萨道了、哦、菩萨众大圣经典可以别说菩萨，但是小圣经典呢，声闻圣的经典能不能别说菩萨？没办法，因为它小嘛，它容不了大的，大的可以去容小的、哦、所以像南传都会说啊，大圣非佛说，是不是一刀就 切掉了、哦、因为南传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它只用了阿含哦、阿含经律典跟什么阿毗达摩，
哦，对后面的呢，他就不要了哈、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些经典呢，都透过结集来的，到大乘法没办法结集，所以他们对大乘经典呢，他就不予采用。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很可惜的，哦，就像导师讲说，因为声闻缘觉不是这个所谓的解脱道，哦，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就像，哦，尤其再加上前面的根本佛教，就是佛陀时代，佛陀说法45年，是佛法的诞生期嘛，哦，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是佛法的什么童年期，童年期它很质朴。却是呢，他还不够圆熟，他还没达到少壮年代。那少壮年代是什么？初期大圣哎，初期大圣，尤其是龙树菩萨，哦，因为有龙树菩萨的这个出现哈，让这个大圣佛教能够卓然自立，不然刚开始的大圣也要依附着声闻圣来啊。哎，所以龙树菩萨也被称为八宗共祖，有没有？因为这八大宗派其实都是属于大圣佛教的。尤其传到中国，哦，这个开出八大宗派，哎，那其实最早的能够让大乘佛教能够卓然自立是龙树菩萨，因为造了中论跟大智度论了。哦，好，那103页哈，哦，第103页第三个部分呢，声闻经不说菩萨众的理由，啊，哦，一方面是因为它小嘛。他实在也没办法再去别说，哦，这个菩萨众，哦，好，所以这里也透过问，哦，说何以故大圣经的初，哦，经初呢，那么菩萨众声闻众两说，哦，而声闻经初是不是只有读说比丘众啊，哦，而不说什么菩萨众，哦，好，那论主就回答，哦，欲辨二圣义故啊，这里的二圣，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讲二圣要看是哪二圣，哦，这里讲的二圣是在讲佛圣跟声闻圣，哦，也就是大圣跟小圣，想要去分辨何谓大圣小圣，佛圣是不是就是大圣啊，哦，声闻圣就是什么小圣，哦，因为声闻圣比较怎样狭小，佛圣是不是比较广大，哦，声闻圣呢，哦，比较自立自为，而佛圣他比较愿意怎样利益一切啊，哦，比较愿意利益一切，哦，再加上，哦，复次声闻圣多说众生空，而佛圣说众生空跟什么法空，哦，因为声闻圣是不是比较以自我解脱为主，他所关心的是有情众生，尤其是他自己，所以他声闻圣只要去证众生空，也就是去证我空，其实他就可以解脱，他就可以入涅槃而得解脱了。但是那个佛圣哈，大圣不是哦，当然他也关心众生啊，要放下对众生的这个执着之外，是不是还有法的这一切，所以为什么菩萨他比较重的是缘起性空啊，尤其是性空，他性空是不是通彻一切啊，有情众生性空，无情的气世界是不是也一样性空啊，其实都是性空的了，哦，所以大圣呢他重的是二空，而小圣只重什么我空，也就是众生空啊，也就是众生空，哦，所以这个也是小圣大圣的那个包容度不一样啊，哦，好，所以如是等种种分别来说这二道的缘故，所以摩诃眼睛呢，他对声闻众菩萨众是不是两说啊，他都可以接受啊，哦，所以他就如同去赞这个摩诃眼的这个偈，哦，来说，所以这里有偈颂，对不对，哦，所以他就这里讲到说，得此大圣人啊，哦，能与一切乐利益以十法，令得无上道，有没有，哦，这种大圣人，哦，等于是菩萨道啊，哦，菩萨
哦，这个能与一切乐是什么慈啊？与乐有没有？与乐是慈悲的慈啊，哦，与乐，然后利益，哦，对众生的真正的利益是用十法才是真正的利益啊。哦，法的利益比什么？我们说财的布施啊，法的布施是不是比财的布施更重要啊？哎，那法的布施里头又以十法的布施更难得哦，因为要达于十法才是真正的能够怎样解脱痛苦嘛，对不对？解脱生死的轮回啊，哦，乃至还可以得无上道，哎，到成佛，到成佛哦。所以这些偈颂里头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布施、持戒、忍辱，有没有？第二行，哦，他也慈悲一切啊，头目以布施，有没有？舍之如草本啊。所以第二个偈是不是在讲这个布施啊？哦，菩萨对自己头目的布施都如同去拔这个草而已啊。哦，对自己没有那么样子的什么那么执着的意思哦，所以第二个偈颂是不是就是在讲布施？第三个呢，护持清净戒，有没有？哦，要持戒，如犁牛爱尾啊，犁牛它是最爱尾巴的哦，那么不惜身受命啊，哦，所以等于是哦，对，很爱惜羽毛啊，哦，就像犁牛在爱尾一样，哦，菩萨也是啊，要持戒的，哦，这个宁可持戒，哦，宁可持戒而丧生啊，也不要犯戒而获得生命啊，哦，所以他们可以为持戒而不惜生命的，哦，可以如此的，哦，那第三个呢？第四个偈是不是就是在讲忍辱啊？啊，得此大圣人。能得无上忍，有没有忍？哦，这种尤其对法的哦，对法上的忍。那有若有割截身，视之如什么断草？哦，尤其像那个在《金刚经》里面有没有忍辱仙人啊？哦，被这个割力王割截身体的时候，哦，他为什么能够忍？就因为他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是不是无住生心呐，啊？只要无住生心哦，哦，因为他不去执着他的色身，所以他能够哦，这个不惜这个自己割截身体，他也不会去嗔恨对方。我们往往就因为一方面是爱护自己，一旦爱护自己，我们就会跟对方是什么对立的嘛。哦，就会去嗔恨了。那如果自己能够无我的时候呢，哦，能够无我，就算割截身体呢，也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哦，如同断草，好像把草给碾断而已啊，哦，那这个是忍辱的人，哦，然后是精进无厌倦嘛，力行不休息哦，如输大海者，好像在把那个大海的去掏光大海，哦，用一勺一勺一勺的去把大海水给掏光了，哦，那当然这是有个故事说这个要到海龙宫去，哦，如何到海龙宫呢？就是要把大水给掏光了才能够达于哦，那里那种精进的力量。哦，就如同不断不断的去做，也像愚公在移山一样，是不是？哦，不断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做，哦，没有厌倦的精进，哦。那接下来的是广修无量定，这个是不是在讲禅定啊？哦，那也因为透过广修无量定，才能够神通圣道力。哦，因为在佛教的修行的果位上面来讲，只要证得无生，当然也透过无量定跟智慧性空结合在一起，自然能够有神通的这个圣道力，哦，所以能够清净得自在的，哦，那这是属于禅定的，
啊，禅定修禅定的婆罗蜜嘛。那第七行啊，第七个记呢，讲的是什么？波瑞啊，智慧分别诸法相，坏无坏时智慧有没有？啊，就说性空跟相有，其实它是空有无碍的了。啊，事中以具德。啊，这个性空的当下呈现出相有嘛？相有的当下，我们是不是要去透视它是性空的？哦，是有我相的，但是是无我的，是在讲我是性空的嘛？哦，好，所以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智，还要无量悲的心力啊！哦，要悲智双运嘛，哈，悲智双运，不入二法中，不入二法中，其实是入不二法门呢、啊。入不二，才能够等观一切法，不入啊，不入二法，啊，不入二法就是入不二法，入不二法是不是就是不落二边的意思啊？不落二边才是真正的平等，平等平等的观一切法，啊，那这个驴马、骡马。陀象城啊，哦，这个陀马呢是小的，驴马是小的啦，陀象是很大的，那么小圣大圣，啊、哦，驴跟马跟骆驼大象比起来，那个驴马是不是都变得很小、啊，能够载的东西就有限，哦，如果是骆驼跟大象，它载的东西是不是就多得多了，哦。虽同不相比啊，它同样都是载的，都可以承载东西，所以都属于车圣的圣，但是呢，它的大小差很多，所以菩萨及声闻大小亦如是嘛。啊，声闻它是不是小圣的？啊，菩萨是大圣的，就如同什么陀象，啊，那声闻圣是不是就如同驴马？啊。好，那总说呢，就是要以大慈悲为轴啊，在车圣方面，啊，大慈悲是这个车的轴心，智慧是两轮，啊，精进呢是在驾驶这个马，那戒定呢以为弦，啊，用戒定呢，好像那个马嘴上面的那个，啊，绑着马嘴的那个弦呢、啊，啊，第十五个，啊，就是马觉子啊。哦，放在马口里头勒着马，哦，去勒着它的方向啊，哦，不要走偏了，是不是才能够一直往前走啊？哦，以为弦嘛，哈、哦，忍入心为铠，哦，就是如同那个铠就是那个什么甲，皮甲，哦，能够避免受伤啊，哦，总持为什么佩勒？哦，总持这个佩勒就是一些缰绳，哦，跟这个龙头，哦，这个绑着马头的这个龙头啊，哦，那摩诃眼人圣啊，能度于一切，大圣人来讲的话，哦，因为有慈悲、有智慧、有精进，对不对？还能够持戒修定，再加上忍辱嘛。这是不是六度啊？啊，有这六度啊，都是他们很好的工具，然后在整个总持配起来，啊，那当然大圣行者，啊，他能够度于一切，尤其从凡夫，啊，从凡夫的此岸度到什么圣者的彼岸，再从圣者的此岸，从初地到二地到三地到四地，一直到什么？十地的圆满，是不是就成佛啊？成佛就等于度于一切啊，哦，是究竟的圆满嘛，哦，这个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哦，哦，所以这一段也等于是在讲说，这个声闻经典跟摩诃眼经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哦，它的那个宽广度，哦，所以在第这一页的。注脚第十有没有？啊，可以看到二圣的差别。小圣它是狭小的，大圣是广大的。
对不对？小圣他是自利的，大圣是不是普利啊？自利利他都有啊。小圣多生空，都比较重在我空上头了。这个生就是众生嘛，就是我啊。啊，但是呢，大圣他是讲二空的，我空跟什么法空。哦，小圣呢属于小众的，大圣呢属于二众，那二众呢就声闻跟什么菩萨众，哦，这个是他们的很大的差别，是量的差别，但是在质上是不是一样的？哦，其实他们在质上是一样的，哦，那这是第三啊，哦，为什么这个声闻经不说菩萨众的什么？理由，因为小容不了大，而摩诃眼睛它是不是可以说二众啊？啊，声闻众跟什么菩萨众，它都可以包容在一起的。哦，那这个是透过啊，对菩萨摩诃萨，尤其对菩萨，啊，对菩萨，那么前面啊详细的说之后，其实。要进入的是从声闻圣来看菩萨跟大圣来看菩萨的区别了，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